喂，喂，走，快啲啦，快啲啦！啊，边度嚟噶呢度？你要做咩啊？冇，你见咁靓，我又见嗰两个女仔去咗冲绳其他地方睇 coffee shop， 我梗系要带你嚟，早啲嚟冲绳一条做嘢。我同你可以做啲咩？你冇咁嫌弃先啦，你睇下个景几靓。靓。咁梗系要打卡啦，系嘛？呢个系冲绳最出名嘅残波甲灯塔。好多人在这里拍照，那些照片很漂亮。嗯，你都是不信我，我帮你拍一下支，你站在这里不要动，我帮你拍照。好，拍照拍照，兴奋啲，给多啲我，给多少少。我嚟做 foodie， 影下呢个抹茶红豆刨冰。哇，佢个刨冰好食，日本地道嘅抹茶刨冰，晒完一轮。咁热嘅天，你食刨冰嘅标准配置，秒速用。你试下，试埋连埋都红豆。试个雪糕先。佢雪糕冇。个雪糕系香港嗰啲咧，系就咁即系咁样，但系佢系实嘅咯入面。真系。系啊，佢成嚿噶。同埋佢有啲 pink pink 嘅顏色。呢個雪糕咧係沖繩特有嘅雪糕嚟嘅，即係最出名嘅牌子。係啊，好似叫 blue seal。好好食。同埋佢揾呢個雪糕咧係唔甜嘅咯。係啊，因為啲雪糕咧，尤其是揾呢個朱古力嗰啲咧，係會甜到，即係你後勁咧係會揦喉噶嘛。但係佢雪糕係唔甜噶，所以唔飲水啊嘛，而家都。哦，同埋佢嗰個冰一齊食咧。滿分啊！我本身咧其實唔係好中意食抹茶嘅，因為我嫌佢好苦啦，跟住又有陣糖精啊，或者嗰啲味精味，但係佢呢個完全冇啊！佢唔係好甜嘅糖，應該係真係一個刨冰，跟住佢再倒啲抹茶嘅 serum 定係醬。香港咧啲冰就會比較硬啦，一嚿過啦，但係佢咧我唔知係咩熱啦，所以融咗地點啦。但最好吃的位置是它不是死甜的冰，但它融得快了，都在想了，太熱了，今天熱過昨天，今天27度最高，在這麼熱的天氣刨冰真的沒分，但是有一點激情四射，我們兩個現在，那你覺得這麼想，那我自己吃一下，喂，沒有